你要不要比个手势让他？好，第三球。要比什么？OK， 加油。再来，怎么比？OK， 第四球，加油！棒！他刚刚很痛，笑出来了。你看他整个脸都冒汗，痛了，我是刮到旁边，刮到旁边痛的，脚底板并不痛就对了。也很厉害，最后一球就是金球的，两分，加油！比一下，不比了，加油，金球！哎呀，可惜耶！好，金球没有接到，我们来看一下分数来。今天来的身体都很好，徐世杰获得三分。你刚从头到尾，你投了刚刚，哎呦，差点触电！你刚投那全民公投，投了这么多，你都没有流汗。你刚刚只接球，哎呦，你汗流成这样，你看。啊？为什么会流这样汗呢？是你憋住了吧？你把痛憋住了是吧？没有啊。不然怎么会流汗？因为这个护甲很厚。哦，热，哦，热的关系。OK， 那很好。OK， 目前的分数三分加前面的16分有19分了。那现在目前叔叔跟梦梦9分，你派出谁？叔叔跟默默，你意思说你们穿裙子，所以你蹲下来这样不好看，动作很难看，而且也不好。我帮你们接球就对了。可以吗？可是我身体状况很差，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。我可能接完5颗球，我真的要去洗澡，我的汗流流光。OK， 我来帮你就对了。好，谢谢。如果接不到很高的分数，我不管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，我们相信你。好，那我就我来了。加油！的话，我们两个就给你爱的抱抱，加油，真的加油，小哥！那我要拿出实力出来。第一场，第一场看 ，OK 的，可以吗？那你要上第二场 ，OK 啊，真男人，男子汉，可以算出第二场，第二场，往前走 ，OK 吗 ？OK， 第三场，第三场，第三场，可以吗？我跟你讲哈，不能输给他们，真的。不用了，你看，身体啊，忍住，你说忍不住哎，我刚刚是真的忍住的，啊，谁叫我来的？叔叔，我们加油一下，扶一下，扶一下，对啊，要扶一下凡哥。啊，他。哎，他们怎么都很吃力？他们怎么都不痛啊？对啊。好，快！对你的地方心多，我他刚变脸呢，来，第三场，来，快，
蹲了你就来了。对，两分的来了。不要让他蹲太久。加油！加油！两分！来，给我！来！Yes！ 大家快下来！加油！呀，接到了！爱的抱抱，爱的抱抱，来了！一起上！太下功夫！获得五分，三局结束，由江明以25分暂时领先。不好意思，这位姑娘，我先处理一下我的手表的事情。哎呀，还在，还在。哎呀，你不要不要上来看一下会不会痛？只是上来一下而已。上来一下。